这个吴彦祖跟谢霆锋的脚功不是手功啊，脚功葡萄酒。一二三。谢霆锋就吴彦祖脚趾葡萄汁，强逼工作人员洗脚位。谢霆锋的风味找好友吴彦祖一起体验古希腊酿酒法。Shoes off。这个桶洗脚吗？那这样问那个啥。How do you wash washing here? Where do you wash your feet? In here. In here. Okay. And then it's okay. Okay. Really? 是不是所有人都用这桶水的？如果用机器去压的话，他们说那个纸都会把那个苦涩的味道压出来，所以用脚的话就不会。So we can drink it. So we can drink? We drink it. 你敢不敢喝？你喝我喝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怕你、啊？来吧，来吧。Oh my god！ 我看起来好黑哦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哇！这个吴彦祖跟谢霆锋的脚功不是手功啊，脚功葡萄酒。我不管了，待会儿一定要拍到每一个工作人员过来喝一口。对对，才公平。才对啊！一二三。Actually, it's not bad. It's good. 还行吧，很甜的。OK, here. No, no, no. 导演。导演先、啊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怕什么、啊？哎，嗯，海边啊，海边啊，你咁中意饮红酒，你有冇买肚屙药啊？喂。嗱 ，Mandy 都饮咗啦。整个过程我都看得很清楚，我见到吴彦祖洗，轻轻的洗一下，然后霆锋就湿了两次。这个才是有机，而且我们这个才是 Lafite。Lafite。